请仔细观察，观察中。好舒服啊！哇，很美。我们等一下去踩船。那是不是要拍照？不要不要，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不踩了，不要踩了。那什么鸭子？鸭子，黑色的。那个是天鹅吗？姜母鸭的霸王。我脚好酸。不是，我脚超酸的。可以停，下坡停一下好了。没有有。哇，猴子！有猴子，上面上面。有看到，我看到。呼哈哈。跑好近哦。一开始出发时，分别是谁骑什么车？让我们继续观察。哇，很美！我们要去踩船。那是不要不要，我跟你讲，我都要不踩了，不用踩了。那什么？黑色的，天鹅吗？不是，我脚超酸的。下坡停一下好了。有猴子，猴子，上面上面有看到。跑好近哦。影片中总共出现几只动物？我跟你讲，我等下不踩了，不用踩了。那个是天鹅吗？姜母鸭的霸王。上面有看到，我看到。呼呼哈哈。不用踩了。我们洋葱好大颗哦！哇，这个很好，超大的。这边也太大了吧！哇，这边很多菜。小黄瓜吗？大黄瓜，超大黄瓜。这种笋是不是烤起来应该很爽？笋烤起来也不错，很好吃。对，稍微有没有那种笋子？有玉米笋，烤很好吃。茭白笋，茭白笋，哎，有茭白笋，茭白笋这里，这样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好。七人帮总共拿了几种蔬菜？我们洋葱好大颗哦！哇，这个很好，超大的。哇，这边很多菜。小黄瓜吗？大黄瓜，超大黄瓜。这种笋是不是烤起来应该很爽？开始要挑战你的观察力喽！这边洋葱好大颗，这个很大，这个也太大了吧！这边很多菜。小黄瓜，大黄瓜，超大黄瓜。这种笋是不是烤起来应该很爽？笋烤起来不错，很好吃。对，有没有那种笋子？烤很好吃。小白笋，小白笋。差不多了，摊位上的高丽菜一颗卖多少钱？换支影片重新观察。你觉得他会来吗？我觉得会，一定会。宜兰大不了就一小时内可以到。你为什么没有接我电话？然后接这个什么人的电话？你会带什么来？带我的人来。我们不要讲屁话，快点啦！小米酒，我们缺小米酒、山猪肉、高丽菜，还有竹筒饭，好啦，叫他赶快来，我们先去生火。你就赶快来啊！我们要先生火。我们要先生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七人帮要求 Masha 要带哪些食材？
缺小米酒、山猪肉、高丽菜，还有竹筒饭，还有竹筒饭。你觉得他会来吗？马小，你会干什么？带我的人来。哎，我们需要他。讲屁话，快点啦！我们缺小米酒、山猪肉、高丽菜，还有竹筒饭，还有竹筒饭。好了，叫他赶快来，我们先去生火。你就赶快来啊！我们先生火啊！我们先生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影片中有几个人穿白衣服。僵尸了，没有，他直接把你变成面包超人，干嘛啦？马小快的，不可以动，这连着一起在一个，你也蛮惨的。好了，画完了，哎，多给你们两个，你们三个就是有五三个五名，对，我们五个。玩游戏前，马小，你先把面具拔掉好不好？你不要一直戴着面具。对呀。烤肉时有几个人被画脸？干嘛啦？马小坏的，不可以动！你也蛮惨的。好了，多给你们两个，你们三个就是有五三个五名，对，我们五个。我要记住，马小，你先把面具拔掉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戴着面具。画脸的时候，谁拿了红笔，谁拿了黑笔？真相是啊，画好没有，他直接。好了，画完了。最后一支影片，侦探们把握机会哦。麒麟的挑战，冒险吗？麒麟那个树的上面还有很多龙，你小心。等一下，我这麒麟很害怕。麒麟打进来还紧张。麒麟在紧张。哇！不要想。我现在有点晃，我会怕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、哦。又有了。哎、欸，好漂亮，赞赞。哇，麒麟。好，你要不要换手？我们换边。你觉得要不要换手？对。是谁在帮王麒麟扶梯子呢？又有了，哎、欸，好漂亮，赞赞！对，好，你要换手，我们换边，你先来换手，对。王麒麟摘下的龙眼总共有几颗？现在有点晃，我会怕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。哦，又有了，哎、欸，好漂亮，赞赞！对。好，你要不要换手？我们换。